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于然姐是省购团的编导。你好，刘老师你好，这是省旅游局的方明老师。方老师你好，欢迎贵客到花裸寨来。谢谢，这是我们花裸人对贵客的敬意。来，谢谢。 乔赛杰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哎，吴马索呢？他去接省城来的客人了。这树真壮观，太震撼了。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，村民们称它为人民大会堂。人民大会堂。大伙儿啊，都喜欢在这儿乘凉，村里的大会小会啊，都在这儿开。 因此啊，大伙就把它称为是自己的人民大会堂。哦，你们看这些树根，哎，
就是我们的椅子，哎，有意思。嗯，舒服。人家天天想着你，可你倒好，一回来就织海乌马索。乌马索啊，是咱们花落寨的玫瑰，你呢？你就是含苞的鲜花。小心带刺的玫瑰，乌马索心气可高着呢。我现在有足够的勇气追求它。 追上了怎么样？乌合爷爷那关你过得了？我比阿武在外面混得有模有样了，我就不信我追不上他。你就得意吧。哎，阿姨母，哎，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追啊！哎，阿姨母，阿姨母，比阿武有什么好的？瞧我们兄弟俩一个都不比他差。就是，我们兄弟俩任你挑，任你选。 看中了谁，你就点个头。今天晚上就去钻你的花楼。哎，看准点啊，免得我们兄弟俩闹矛盾。就你们哥俩，都是癞蛤蟆。嗯，你这白天也太损了吧！哎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喜欢他就别着急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别看了，走了，走。哎，你这嘴肚子像个皮球。 到底谁得罪你了？比阿乌回来了，比阿乌回来了，他回来你高兴什么呀？他一回来就只找乌马索。哎呀，乌马索呀，早就是我的人了，他应该心里明白。哎呀，从光屁股开始，他比阿乌就只配做我和乌马索的跟班。你想得倒挺美的，他从深圳大寨子回来的。什么大寨子呀？乌阿迪啊，可是见过世面的，是寨子里的有名的致富能手啊。他比阿乌。 凭什么和我比啊？哎，他这次回来可不一样了，说话的腔调变了，那身衣服穿的和城里人就没什么两样。哦，我这就去会会他，看他能变成什么样。行动不如行动，我们要抢占制高点，速战速决。哎，你们俩废话少说，重点啊是要探探乌合爷的态度啊。阿武哥，这烟斗我们送。 这MP5你自己送给乌马索都有情调啊！你们呀，这你们就不懂了吧？啊，这叫心意先行之，情意啊在晚上。如果乌马索收了我的 MP5 啊，我今天晚上我就去钻他的花楼。哦，你想钻谁的花楼啊？哎，阿迪，陆毕朋友，哎呀，我，哎呀，你小子。 的确变了不少啊！啊，一切面又包又新的，受不了了，形象不行了。你们俩笑什么呢？还不快去！哦，我还等着你们俩真有情报。来来来，阿弟，我呀，我给你特意准备份礼物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现在特时髦。哎，这个我用啊，不合适。什么不合适？我说合适，它就合适。 好，哎，老实交代，你今天晚上到底想钻谁的花楼？乌马索啊，吃了豹子胆啊？你不知道乌马索，他可是我的心上人。我早都打听过了，你呀，你到现在都没有机会钻乌马索的花楼，对不对？钻不钻的花楼，那是迟早的事。我和乌马索，那是板上钉钉的。乌马索不让你钻花楼啊？ 那是因为他心里还有我，我这次回来，我要带他去深圳，我要娶她。你休想！这乌合爷爷这一关你就过不了。爷爷，乌合爷爷，爷爷，爷爷。 好像不在。乌马索回来了。大爷，乌合木石。哎，乌马索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比阿乌也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回来过桥赛节。比阿乌让我们过来，先把礼物送给你和爷爷。走走走，先进屋。爷爷，比阿乌和木果木石他们回来了。乌合爷爷，乌合爷爷让我们俩学吹葫芦声，做他的继承人。可你倒好。 不但不学，反而把双胞胎一块带走。你这次回来还想娶乌马索，你真是异想天开。
抱着葫芦声吹啊，没兴趣。在外面闯荡，才让我知道怎么样生活才是最精彩的。哎，阿迪啊，我现在是我们那儿有名的吉他手了，这弹起来多带劲儿！要不要我弹几首给你听听？哎呀，得了，你这个洋玩意儿啊，我可没兴趣。你呀，跟以前一样，脑子不开化。这样吧，过完桥赛节你跟我走得了，我带你见见世面。 打死我都不跟你去，我可是葫芦山的传人，这儿可是我们花老人的家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哦，这是比亚乌特意给你买回来的烟斗。哎，我有这个。不要。哎，爷爷，贺龙元帅就是抽这个烟斗打仗的，特有派头。我又不是贺龙，去打仗，我不要那个气派。哎呀，比亚乌这臭小子怎么不来啊？ 他不敢来，他有点怕你。闹钟。哎，对，闹钟。那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来看看您的态度。啊，你们两个是来摸底？不是摸底，是探听。拿回去，我不要。爷。 这是人家特意买来孝敬您的，你拿回去我不稀罕。爷爷，是阿乌哥特意从深圳带回来给您孝敬您的。你拿回去，爷爷，您就收着吧。滚吧，滚！爷爷，别生气了。阿迪。 别的事儿我都可以让你，但乌马索的事儿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半步的。哎呦，好啊，你这次回来是想和我一争高下呀？可以拿什么跟我比呢？真情加勇气。如果我比阿乌输给你，乌马索的花楼你来钻，我比阿乌好远呀。好啊，那我们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穆管穆实说，你们打起来了，我赶来劝架，怎么一下子成交了？ 你怎么这样看人？怪吓人的。这小子啊，变得可让人看不懂了。刚才一见我，又包又亲的，包我都快吓傻了。回来也不照个面，害得穆广穆石替你受过。马索，这可是我比阿乌一片心意啊。我当然知道啊。 可我爷爷不领这个情。乌马索说的对，这儿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。身在其境，我有一种来到世外桃源的感觉。<笑>这次请你们来啊，就是想请你们帮帮他。乌马索上次到省里参加民族舞蹈大赛，我们一见如故。 他有什么都愿意和我说。说起他在策划旅游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，都伤心的哭了。我也想帮他，可是不知道往哪儿使力，只好把旅游局的方明大哥请来了。方同志，你给他帮帮我们呀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其实呀，乌马索的姑妈能帮助他实现旅游开发啊，可是他爷爷就是不肯呢。 他们是一家人呀，怎么会？哎，这事儿以后我再跟你们说。咱们还是看你们啊。嗯。我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姑妈说。 我这心里打着小鼓，我一会儿见到乌和爷爷该怎么说呀？嘴长在你身上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。哎，乌马索，哎，来，乌哥。
吃素呢？吃。哎，我们兄弟俩那事儿你决定了没啊？到底选谁啊？不是早就答复你们了吗？哎，是我吗？你们哥俩真多情，很想知道。当然。这样吧，你们闭上眼睛，向后转，走十步，然后我就告诉你。好。两个大活宝，一对癞蛤蟆。我们中计了，追！阿姨夫，别跑！白天鹅，别跑啊！别跑！爷爷，吃饭了。啊。爷爷，孙主任叫我去陪省城来的客人，今天晚上就让比阿乌陪您吃饭吧。乌马索，我阿妈就回去吃饭呢。不是都能赔罪吗？话都没跟爷爷说上一句就想走，有没有诚意啊？好了，他不愿意跟我说话，就让他走嘛。乌马索，阿迪，乌马索，比阿乌呢？比阿乌正在我家里受刑呢。你爷爷打他了？比打他还难受。爷爷看见他一句话没说，一直摆弄他的葫芦声。他呀，就这么服服帖帖的坐了一个多小时。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他那么老实。他肯定浑身不自在。我要是乌合爷爷呀，准让他跪个半天。爷爷不理他，我看他比跪还难受。吃鱼，我能送点给他吗？啊，好啊，那我拿这盘来。好啊。哎，都是些家常菜，不成敬意了。哎，你太客气了。没有没有，很好。来，喝一杯。干杯。谢谢。比阿乌啊，平常你在我孙女面前有说有笑，挺灵气的，怎么一在我的面前就像小老叔见老毛一样的，显得这么不自在。没，爷爷，其实我挺喜欢跟您说话的，我更喜欢听您吹葫芦声。我今天啊是特意来听您吹葫芦声的。胡说，又胡说。我没胡说啊，爷爷，在我记忆里啊，您的葫芦声吹得太神了，我都服了。服了？服了你还到深圳大寨子跟人家抢饭吃去？我没跟别人抢饭碗吃啊，我那是用我自己的智慧把咱们花落人的舞蹈改造后演给他们看的，这也是传承咱们花落人的文化呀。哎，你说的好听，传承花落人的文化，可是你连花落人老祖宗留下的葫芦声你都吹不好，你拿什么给人家看？你怎么传承法？我跟你说，每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文化，人人都有他自己的根。你的根在哪？你的根在这儿，在这儿，这是你的根呢。看来我今天只能老鼠啃书了。嗯，什么老鼠？没什么，
我就是在告诉自己啊，把您的话我字字句句的吃在肚子里面，我认认真真、恭恭敬敬的接受您的教育。嗯，态度不错，值得表扬。吴和爷爷，爷爷，我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鱼。是。吴妈所说，怕您孤单，特意让我来陪陪您呢。你也坐下一块吃。哎，阿姨母，那你陪爷爷吧，我阿妈还在等我吃饭呢。坐下，坐下。好山好水是祖辈留给我们的财富，我们花落人为拥有这样的世外桃源而感到骄傲，甚至一度拒绝和外面有联系。改革开放那么多年，我们花落人的意识也在改变。这次请二位老师来，一是来参加我们的侨菜节，更主要的是帮我们搞旅游开发，帮我们把花落寨介绍给中外来宾。那花落人为什么要以侨菜的名义过最隆重的节呢？这个故事说起来啊，可就有点长了。听我们老祖先说呀，有一次寨子里面所有人全部上山去打一只猛兽，结果没想到呢，村子里面着火了。这一把火把房屋还有粮食全都给烧毁了。就在人们绝望的时候啊，你们猜怎么着，我们老祖先在一个废墟下面发现了一碗倒扣着的荞菜籽，于是我们老祖先把它给种下，后来还收了好多好多的荞菜。就是因为这一碗荞菜籽啊，把我们花落人都给救了。所以直到现在，我们农历每年的四月份第一个属兔日或者是属龙日，我们都会吹葫芦声、跳葫芦声舞，给荞菜过节。花落人知恩图报，这个民族节日值得传承。这老祖宗留下好的东西，我们要世代的传下去。爷爷，这次过荞菜节，我们又可以听您吹葫芦声了。爷爷老了，吹得不如从前了。哎，我每次一拿起葫芦声，我就会想起吴妈所的爹来了。我听说他的葫芦声吹得也很好。可惜他死得早啊，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谁能吹得超过他的。阿迪不是一直跟你在学吗？阿迪是个好孩子，可是他吹葫芦声一直吹到现在，我总是觉得他少点什么。你看，你有灵气，可是你的心思又不用在这儿。我现在的希望全寄托在乌马索身上了。我希望他能够嫁一个吹葫芦声能手。上个月我接待了一家北京的旅游公司，总经理是个50岁左右的女同志，一口普通话，很精干。她说她是花落人，我问她是不是从你们这里走出去的，她没说，似乎有些隐情。她叫什么名字？叫安娜乌。对呀。哎呀，她就是乌马索的姑妈呀。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这儿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，乌马索，要是你姑妈能回来投资，你的愿望都能实现了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她姑妈和她爷爷之间有一个解不开的思想疙瘩，就不能说出来听听？这事儿叫我怎么说呢？这事儿我也不大好说嘛。你说你这次来到底是干什么？过荞菜节啊。就为了过节？爷爷，我想娶乌马索。你连葫芦声都吹不好，你还想做我的孙女婿啊？嘿，爷爷，改革开放都30多年了，你怎么还老脑筋啊？啊，为什么非要像当年逼乌马索的姑妈那样
逼着吴妈祖嫁给吹葫芦笙的人呢。你胡说什么你呀、啊？你才多大呀？叶佩吉当年，你当年还不知道在哪儿呢，今天竟敢教训我呀？你，哎，爷爷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那意思。爷爷，您误会，不是那个意思。爷爷，你什么意思？爷爷，您跟比亚乌生什么气啊？哎，快坐下，我走吧。爷爷，别生气了，爷爷。比亚乌，哎，哥，战果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今天啊是切菜刀剃头，危险到头了。要不是乌马索及时赶到，我肯定被爷爷劈成两半了。不会吧，这么危险啊？那怎么办？乌和爷不同意，你只有放弃。放弃？我比亚乌还没这么怂。只要乌马索对我有意，我就要继续战斗下去。我就不信了，没有攻不克的堡垒。你又有什么招？进屋。咱们呀，要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走。袁安姐，这就是我姑妈。你姑妈年轻时候真漂亮，爷爷说她是寨子里最漂亮的妹子，每天晚上寨子里的小伙子一个接一个的到她花楼下向她示爱，可是我姑妈就是没动心。哎，哪里在弹乐琴，真好听。这是小伙子在向姑娘求爱，小伙子要是喜欢姑娘，晚上就会到姑娘的花楼下唱歌或者弹乐琴，要是姑娘也喜欢小伙子，就会把花楼的楼梯放下去，让小伙子上去。你们花楼人的求爱习俗，我早有耳闻。今天能够目睹，真是太浪漫了。这也是我们开发旅游业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。嗯，对。对了，我听说阿迪和一个叫比阿乌的小伙子对你都有情有义，你的梯子会对谁放？我还没想好呢。阿姨，我现在看起来很孤独。我们的好机会来了。阿姨，阿姨，我们兄弟俩那么喜欢你，难道你就一个都看不上？哎，还是没戏。走吧，走。喝茶，叶安姐。好。吴马索，孙主任在说到你姑妈的时候，我感觉到她和你姑妈之间肯定有故事。叶安姐，你眼睛真厉害，能不能说给我听听？葫芦笙是花落人的魂，世代相传。按理说，爷爷的葫芦笙应该传给我阿爹，我阿爹的葫芦笙吹得很好，但是他生了一场病，
因为我们这里交通不便，缺医少药，耽误了治疗，就落下了慢性肺气肿这个病根儿。阿爹不能吹葫芦声，爷爷就把希望寄托在了未来女婿身上。他对追求姑妈的小伙子说，谁的葫芦声吹得好，就把女儿嫁给谁。孙主任肯定是那群小伙子当中的一个。孙主任是爷爷最中意的，可是我姑妈始终不同意。原来她爱上了一个来我们寨子采风的北京小伙子，爷爷死活不同意姑妈嫁给不能做葫芦生传承人的人，而且还说出了狠话，要是姑妈嫁给外面的人，她就不认她这个女儿。可是我姑妈义无反顾的还是走了。难怪你爷爷常常说要娶你的人必须是葫芦生的传人。哎，二十多年了，你姑妈回来过吗？回来过一次，那时候我还很小，爷爷不让姑妈进门，姑妈就又走。那你想你姑妈吗？我阿爹阿妈去世的早，是爷爷一手把我拉扯大，我很想姑妈，希望能从她那儿能得到母爱。能跟我说说你的父母吗？我阿妈生我的时候大出血，阿爹和乡亲们抬着阿妈在山路上走了四个多小时，还没到医院，阿妈就离开了人世。阿爹抱着我，伤心的昏死了过去。从那以后，他就沉默寡言。不管风吹雨打，天天凿石修路。他的行为感染了全寨子的人，大家自发地修好了通往县城的山路。可是我阿爹因为身体虚弱，加上过度劳累，没等到通车那一天，就永远地倒在了那条路上。对不起啊，回来吧，他可以帮助你们花罗寨开发旅游业。这我知道，可爷爷这道坎儿怎么过？他恨他，但是他更想他。亲情，这就是亲情。Thank you.
索，乌马索，阿迪，有事吗？马索，你怎么不进屋啊？来，这乌黑爷爷在啊，有些话不太好说。什么事儿那么神神秘秘的？我这心里真是没底。你说今天就朝菜节了，乌黑爷爷能让我睡葫芦声吗？这我可说不好。昨天晚上爷爷吹葫芦声吹到半夜，今天一大早又擦了半天。我看他那架势啊，好像要上战场一样。完了。这次啊，爷爷又要自己吹了。我跟他学了两年了，整整苦练了两年，可还是不能在乔大姐上吹。爷爷不把继承人的位子让给我，我就不能和你……阿迪，别泄气，好好跟爷爷学。今年不行，还有明年。可是我等不及了。哎呀，比阿乌这小子不回来，我心里面还踏实点。可是他这次专程赶回来，弄得我心里是七上八下的。马上。为了我，也为了你，你就帮我向乌黑爷爷说说吧。别的忙我可以帮你，这个忙我真帮不了。哎呀，你们都快点啊！哎，主任好。哎，别握啊！哎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啊，这是我的新式武器，主任。真好。来。对，这个。二位老师，请上楼喝杯茶吧。这舞真是太优美了，难怪很多著名的舞蹈家说花落人的舞蹈是古代的迪斯科。现代迪斯科恐怕是借鉴了花落人的舞蹈吧。对，二位老师太过奖了。怎么样，昨天晚上接受乌黑爷爷再教育收获不小吧？当然了，我们促膝长谈，谈得很投机。这爷爷没吓着您？打是亲，骂是爱，爷爷的脾气你还不知道？那也是因为他老人家喜欢我才对我这样的。可爷爷他也喜欢我呀，那他怎么不这么对我呢？啊，那也是因为爷爷恨铁不成钢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这次乔赛节上吹葫芦声的人是你，我就乖乖举手投降。人家阿迪啊可是葫芦声传承人，你迟早会看见的。你呀不怎么会吹呢。我不会吹怎么了？我会弹这个。
哎，咱们寨子里面恐怕没有第二人了吧？对不对？你这洋玩意儿啊，和我们乔菜杰格格不入。谁说的？他能锦上添花，给咱们的乔菜杰增添不一样的气氛，你信吗？瞎扯！什么瞎扯？你懂不懂啊？走着瞧啊！哎，过来过来，一会儿啊，把衣服换好啊，就看咱们三个的表现了。好好好好，哎，走。一千年还是一万年，谁也说不清楚，谁也说不清楚，花落人的老祖先遭遇了灭顶之灾，一碗神奇的乔子救了花落人的命，古老的歌谣从此不止唱了一千年还是一万年，到了我比阿五这代人，我要把古老的歌舞来创新，花落人的生活怎能守着老掉牙的东西走不出寨门，一千年还是一万年，谁也说不清楚，谁也说不清楚，花落人的老祖先遭遇了灭顶之灾，爷爷一碗神奇的乔子救了人，花落人的命，老爹老爹，爷爷爷爷老爹，爹你没事吧？爷爷，哎呦，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爹，老爹怎么了？老爹老爹你怎么了？爷爷老爹送医院。叫我怎么说你好？放葫芦生不学也就罢了，你还拿这洋玩意来捣乱，你看看你们的衣服像耍猴子。现在全村就只有吴和老爹一个葫芦生传承人，他是花落寨的宝贝。吴和老爹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跟你们没完。李阿呜，你怎么了？吴和爷爷，吴和爷爷进医院了。啊！吴马嫂，咱们还是回家吧，我在这儿不习惯呢。爷爷，医生说您身子弱，要观察一下才能出院。哎，我没什么，我就是老了，有点累。大爹，你好一点吗？好多了，谢谢。爷爷，我。啊，别我，爷爷就是睡死，也没有你的劲儿大呀。你呀，还不给吴和爷爷道个歉。爷爷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给乔菜杰助助兴。您那哪是助兴，简直是捣乱。阿爹，这事儿不能全怪别我。也有我的责任。你要说责任，我这个亲孙女的责任最重，是我没照顾好爷爷。吴马索，我带了点三七保健品来，你拿回去给爷爷调理调理吧。谢谢大爹。牧师，还是我一个人去吧，这样目标比较集中。哎，喂，为什么你喜欢阿姨魔就不许我喜欢？我是你哥，你得听我的。哎，牧师，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集中力量，
尽快拿下他，你懂吗？哎哎哎，阿嬷对你好，对我也好。你说的对，但她只能嫁给一个人。我比你大两分钟，你得听我的。哎，我比你小两分钟，你得让着我。阿姨，我喜欢的是比阿乌，不是我们俩。这两天阿姨我心情不好，我要抓紧时机，趁虚而入，你懂吗？哎，我不懂，我可不想错失机会。哎，好好，你去也可以，但你要记住，少说话，多看我脸色。阿姨，你们来干嘛呀？吓我一跳。来干嘛啦？我们来采猪菜。猪菜呢？刚来还没采到。哎，送给你。猪菜没采到，野花倒采不少。行啊，哥俩大寨子去过，长见识了。路边的野花你们也敢采啊？哎呀，阿姨嬷，你比路边的野花还香。有你这样比喻的吗？阿姨嬷是我们寨子里最美的寨花。你们这两个大活宝啊，就天天给我唱双簧吧。阿迪，相信我，我不是存心的。我谅你啊，也没这个胆子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的后果？不仅伤了乌和爷爷，还伤了乌马索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根本就没想过会发生这些。可事实就这样发生了。现在乌和爷爷生病住院，乌马索那是心急如焚呐。乌和爷爷在乌马索心中那是什么地位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比亚乌，你现在的形象在他们心目当中可是大打折扣啊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让我退出？哎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而且我要你当着我和乌马索的面郑重声明你退出竞争。既然我和你是从光屁股开始一块长大的兄弟，我就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你想得美。好，我阿迪就喜欢你这样的对手。阿迪，我告诉你，我比阿武永不言败。满口豪言壮语，又在跟谁较劲儿？这事跟你没关系。这事跟你有关系，那是我们三人之间的关系。把我也搅和进来了，看来这事还挺复杂。一起上去聊聊。啊，不了，我有事先走了。阿迪，我有事找你商量。我有事要跟你说呢。医生说，爷爷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是吗？那没事的，反正过两天我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，你放心吧，好吗？走啊，乌和爷爷，今天爷爷出院，我打两条爷爷喜欢吃的鱼。我们先回去了。哎，行，小心点啊。生活是条不息的河，河上流淌着你和我。你是我心中的那条河。日夜哎，阿迪，在我的心窝。这比阿乌在唱爱情挽歌啊，你们俩赶紧劝劝他，我怕他一会儿想不开。曾知道
多想变成一条乘风破浪的小船，载着你一起走向美好的生活。阿五哥，你唱的爱情挽歌好抒情啊。说什么呢，什么抒情啊，我现在心里烦着呢。扎迪说的。谁？阿迪，他这个人呀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我犯错误了，他倒高兴了。阿五哥，你不能输给阿迪啊，要不然我们俩没戏唱了。我们得想想办法。慢点，爷爷。嗯。你先回屋歇会儿。哎。有人在叫你，爷爷，那我去了。怎么不到家里去坐坐？爷爷到现在都没有原谅我，我害怕他看我的眼神。没你说的那么可怕吧？我倒认为，爷爷是天底下最善良的。善良，你姑妈的事儿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比阿乌，那是20几年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怎么被你这个新潮的人给挖出来？这是前车之鉴啊。姑妈锁，嫁给我吧，我想学那个北京人把你带出去，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。比阿乌，你说我现在能跟你走吗？当然能了。20几年前，你姑妈为了爱情舍家出走，你为什么不能？你冷静地想一想，我爷爷是个70几岁的人了，如果我跟你走了，谁来照顾他？石聪明老师啊，你是说，乌马所的姑妈已经到了昆明了？好，我告诉他们去。哎，阿弟啊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好事儿，走。其实我姑妈的事儿，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最近，我经常看见爷爷拿着姑妈的照片发愣。我知道，他心里难受，他在为自己说过的话后悔。可是爷爷，又是这么一个倔强的老人。爷爷最担心的就是找不到最优秀的护生传人。可是我。好了，这次的病是个先兆，以后恐怕他想吹也吹不了了。葫芦生的继承人，他找了20几年，到现在都没找到中医的。这几天，爷爷心里更着急了。爷爷他也太较真儿了。爷爷说，葫芦生是有生命的，他要找一个懂得葫芦生、能跟他对话的人。其实，爷爷曾经说过，你是花落寨最有灵性的小伙子，很有希望成为最优秀的葫芦生传承人。你也这么认为吗？哦，我必须是葫芦生的传承人才能和你。可我根本放不下外面的世界。葫芦生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花落小伙子的技艺比赛，不就是葫芦生吗？你怎么？吴马索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守着这些老古董不放呢？我比阿乌不吹葫芦声，不是一样在外面活得挺好的吗？你活得好，我真的为你高兴。可你不能连老祖宗都忘了。你生气了？我没生气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爷爷的观念
虽然有些传统，但是他身上勤劳质朴的本色时时刻刻都在感染着我。爷爷说过，葫芦生是号角，他引领着我们劳动、耕作和收获，让我们过上好日子。一旦他失传了，那我们花落人的魂也就没有了。说句心里话，其实我也挺羡慕外面的世界的，但是我更在意花裸寨的明天，因为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，一旦开发成功，我们的好日子也就不远了。吴和老爹啊，爷爷，你又要吹葫芦笙了，当心吹坏了身子啊！好久没摸它了，怪想它的。怎么办？没有人吹，我只好自己来啊。你总说给我落实接班人，可是你一直到现在都不兑现。哎呀，吴和老爹，接班人的事，州里县里非常重视，我们村委会啊也讨论过了，一定把他当作头等大事来抓。您老啊就放心吧。我阿爹刚才啊接到方淼氏电话了，他说你姑妈已经到昆明了，而且他对你开发旅游业的想法很感兴趣啊。真的？一千年还是一万年，谁也说不清楚，谁也说不清楚，花落人的老祖先遭遇了灭顶之灾。一碗神奇的乔菜籽，一碗神奇的乔菜籽换了花落人的命。古老的歌谣从此不知唱了，一千年还是一万年，到了我比亚乌。比亚乌，哎，主任，你还想飞到深圳那个大寨子里头去吗？深圳那个大寨子啊，有我比亚乌发挥的地方。主任，我跟双胞胎兄弟俩，一场演出没有五首歌下不来。我知道你小子脑袋灵，可是我们花落寨的机会也来了呀。机会啊，主任，咱们这儿除了古董还是古董。哎，这话让你说对了，今后啊我们花落寨就要靠这个古董啊做文章了。做文章啊？您别跟我开玩笑了行吗？这事儿是有鼻子有眼的，你想听吗？有鼻子有眼啊？我不想听。哎，别误啊，吴马索啊已和他的投资人，嗨，就是他的姑妈，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，今后啊我们花落寨也要开办旅游开发公司了。爷爷，爷爷，你又在想姑妈了？您都流泪了。其实，我也很想姑妈的。要是姑妈能回来就好了，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。吴妈说，你是爷爷唯一的亲人呢。爷爷，乌马索从小就没有了父母亲，是爷爷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抚养成人。你又当爷爷又当爹妈，实在太苦太累了。孩子，你是爷爷的心头肉啊。姑妈也是您的心头肉，要是姑妈能回来，她可以孝顺爷爷，也可以给乌马索从来没有过的母爱。爷爷，让姑妈回来吧。
20几年了，我的梦里总是家乡美丽的河流和不停歇的转动的水车，还有我又爱又怕的阿爹。姑妈，虽然爷爷嘴上没说。 其实，他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见了你爷爷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。哎，安娜屋。孙主任。哎呀，安娜屋，你可回来了！走走走，快，我先送你们回家。哎。燕儿。 什么事？爷爷，安娜乌姑妈回来了。什么？安娜乌姑妈回来了。啊！等会儿别忘了把牛给我抬回去。爷爷，您慢点。他回来了。 这一走就是多少年呢？你看这些娃娃，都长大了呀。爷爷，姑妈回来了。哥，我们还走不走？你给话。你们烦不烦啊？能不能接接我？别呜，别呜！告诉你们个最新的消息，吴妈所领着她姑妈回来了。 吴马所可不得了，捡了个金娃娃。哎，我听村主任说呀，他姑妈的旅游公司有好几个亿的资产，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呢。这么多啊！吴马所这次发了？那是。哎，主任还说了，让他担任花裸寨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呢。怪怪，草鸡变凤凰，牛头不对马嘴，有你这么比喻的吗？ 别阿呜，阿姨母，阿姨母，机会难得，我们谈谈吧，谈谈吧，怎么样？机会难得啊！大家别看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回去回去。吴马所的姑妈太累了，大家赶紧先来，好吧？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别阿呜。 阿爹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你的女儿，安娜乌。阿爹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可你的阿妈已经走了。
你哥哥嫂子也走了，你还回来干什么呀？你还回来干什么呀？阿爹。老伴儿，咱的女儿回来看我这老骨头了，阿妈。回来就好啊，爹，阿爹，回来就好。做的不对啊，你看应该这样做的，看我的，一二三四，我比他跳得好，你看啊，是这样，哎哎，什么什么东西啊，应该这样，一二三，别站了，木工师，我们走，哎，你决定了，决定了，现在就走，我也去，不行，为什么呀？那个地方不适合你，你最好的地方就是待在这儿当导游。哎。我们村委会啊，已和阿纳武总经理谈好了，在我们花老寨成立旅游开发公司，吴马索出任经理。吴马索，阿依摩，比阿乌和双胞胎他们走了。你们谈，我去看看。阿迪，你凭什么挡我道？你想跑？跑不跑是我的自由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，吴马索他会怎么想啊？吴马索怎么想是他的事儿，反正我已经想好了，我死了这条心，刚好给你留下空间，这样不更好吗？你小子不是个男人，说好的公平竞争的啊，你临阵脱逃，把我阿迪当什么人了？阿迪，
弟，哎，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！他脑子发热，我让他清醒一下。阿迪，你们先等会儿，我跟比阿乌谈一谈。你和我，阿迪，还有阿依摩，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小时候，我们在一起那么开心，为什么现在就不能为家乡的发展和建设出力呢？你让我说实话吗？当然。我爱你，我非常爱你。但是现在，我又觉得我配不上你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人贵有自知之明，我有几斤几两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们是青梅竹马的朋友，情同手足，无话不说。可是今天你口是心非，这绝对不是你的心里话。吴马索，你别逼我了，行不行？我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我也很痛苦的。你做出这样决定之前，为我想过吗？为阿迪想过吗？你当经理了，阿迪是县里的致富能手，我在外面闯荡，在歌厅唱歌挣钱也不少，我以为我有能耐了。其实和你们相比起来，我一事无成。所以，你就采取逃避的方式。我以前就想飞，我想高飞，我想成为一个闯荡四海的大歌星。可是现在看到你姑妈也回来了，我也明白了，其实在家乡也能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。现在和你们比起来，我比阿乌是那么的窝囊。我想明白了，我要像你姑妈那样，在外面闯出个名堂，衣锦回乡给你们看看。比阿乌，那种没必要的虚荣心能不能抛开呀？你在外面闯荡的时间也不短了，也是见多识广，接受了好多新事物、新观念的人，这对我们发展旅游都是好事儿，这难道不是名堂吗？你会这么认为吗？当然了。旅游公司靠我一个人是办不好的，要靠大家的力量，大家的智慧。其实我早就想过了，旅游不光是游山玩水、看看风景，它还能拉动餐饮、住宿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演出。想啥呢你？心不在焉的，后悔刚才的行为了？有什么好后悔的呀？我只不过在追一个逃兵。你还追逃兵呢？我看你是有点傻。我知道你喜欢乌马索，可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比阿乌走了，你的成功率就有70%；可是如果他留下了，你就只有30%的成功率了。没你说的这么玄乎，他比阿乌从小到大，根本就不是我对手。今天他走，就已经代表他退去了。你就得意吧。生气啦？烦人。你失意，我们就得意。你们两个得意啥呀？你想啊，我们如果跟阿乌哥走了，对你的成功率只有30%；但是如果留下来，对你的成功率就会上升到70%，而且还能天天看到你。讨厌。我真心希望你跟阿迪能帮帮我。阿迪他负责餐饮住宿这一块，你可以成立一个葫芦笙歌舞团，表演节目给游客看，这样不是更好？哎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你愿意留下了？看来啊，你爷爷就是如来佛，我比阿乌就算是孙悟空也逃不出你爷的手掌心，最终还得跟你爷爷去吹葫芦笙。刚才还说自己一事无成，这会儿又觉得自己能成大气候了。走吧，他们还在等我们呢。比阿乌是黄鼠狼还是大灰狼？你自己看。这有什么呀？打小起啊，我们就天天手牵手。你老是自己安慰自己。你有本事，你去牵比阿乌的手啊！牵就牵，谁怕谁呀？啊，走，有话跟你说。哎哎，阿一波，你干嘛？阿一波，吴马索，我们浪漫一下，走。
怎么样，老爹？好啊！吹着葫芦声啊，就是要认认真真的吹，要用心思吹。就像你过去吹葫芦声，总想着砖花楼还能吹得好吗？你看他现在吹得多好啊！今天呢，我们请乌合老爹来主持新一代葫芦声传承人的。 争夺赛，大家都知道，吹葫芦声吹的好的是比亚武二迪，但是他们两个人谁吹的最好的，就是我们今天新一代的葫芦声王，也是我孙女乌玛索终身的伴侣。 他们两位吹的确实都够好的。那谁最好啊？嘿，那你们就问我的孙女吧。 桥彩姐，你们再比，看谁对我们花罗寨贡献大，我就嫁给谁。啊！今天是个好日子。 也是我们花罗人的好日子，下面请乌玛索经理讲话。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是这块土地和乡情抚育了我。 今天，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向我们祖辈、向各位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们说一句心里话：脱贫致富奔小康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是我们新一代花罗人的目标和追求。